大家好呀，我是小奇迹，一只活泼可爱的雄性大熊猫，于2020年8月21日出生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。你们可能好奇，为什么我叫小奇迹？那是因为在我出生的时候，我的妈妈美香当时已经22岁了。对于大熊猫来说，这可是高龄产妇了。很多人认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妈妈能够顺利生下健康的宝宝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然而，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，我诞生了。我在专业的饲养团队和妈妈的照顾下，健康成长，成为当地的超级明星。很多人都表示，在疫情笼罩下的特殊时期，我的到来是多么的及时，无疑是给这个世界带来急需的快乐和希望。希望我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，所以在取名投票中，小奇迹这个名字就脱颖而出啦。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日子里，我享受着无尽的关爱和呵护，每一天都充满了新奇和探索，有营养均衡的食物，还有许多有趣的玩具供我玩耍。2023年11月8日是个特别的日子，我和妈妈美香、爸爸天天一起搭乘专机回到故乡了。经过漫长飞行，总算是到了。说实话，这么长时间的飞行可真不容易啊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检疫后，我在2023年12月的一个晴朗日子里，和所有的朋友们见面啦。目前我住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Shenshuping基地，非常欢迎你们来看望我哟，跟我一起分享快乐，见证我的成长。